大家好，我是大军，我现在来到了一个沈市北门啊，看到了一个烤串，我给他变一下自助，问问他我去随便吃多少钱。东北大腰子，哎，哥们儿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啊。哎，你这不烤串吗？啊，如果我随便吃的话，多少钱？看着给呗。88呀？啊，行，行不行？行。你现在我就点串呗，这88我就随便吃呗。对，好嘞。来个大腰子，这是牛腰。大牛腰子，腰子不行，来不了了。羊肉串好吃，再来十个羊肉串。不要了，还有那个鸡架子。酸酸甜甜，
羊串。啊，烫嘴啊。啊，哥们吃完了，这怎么样？赔没赔呢？没有。多少钱呢？70来块钱。那我赔了10来块钱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好嘞。实在是有点整不动了，那个腰子给我拿住了。这就是吧，一种新的模式，哥们们，咱也不能占人便宜。我跟你说，这要真超了吧，咱也能给你补上。这就是一种新的模式，拍视频的模式。现在好多人都这么拍，而且非常大家非常乐意看，所以呢，大军现在也改了这么拍，好吧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咱就到这了，拜拜。